这个球形想打进黑球几乎不可能，但你只要抬高杆尾，瞄准库边方向，击打白球的左塞点位，白球会先让库边凹陷带着左旋转碰到第二库，接着产生一点点弧线，绕过这堆障碍球将黑球打进。再来看一下正常速度的示范，非常好用。